是没办法叫，要做情的感觉有一点疼，来自宇宙会让人的感冒，一想这道理我真的了，我将不害怕的走到我背后，仔细观察他的喜好，而我寂寞的外表像藏进我的发条，等他的答案揭晓，他的睫毛弯的嘴角笑，没有预兆，出乎意料，竟然先对我示好，他的睫毛弯的嘴角，用眼神对我发招，我戒不掉他的微笑，飘着幸福的味道，有些事没办法走，把错情的感觉有一点走，来个步骤为爱人的感冒，一想这道理我全都了，恋爱的方式无法拿笔来套，也没有规则可以去找。